啊，醒醒，爸来了。啊，我不好意思啊，睡着了。你这两天上班很累吗？看你困了。还行吧，也不是很累，就是得适应一段时间。先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好，谢谢。小薇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一下。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给他买个头巾扎头发，他一定会夸我的。这么快吃光了？吃饱了。哇，吃的够干净啊！你刚才干嘛去了？刚刚我去给你买头绳了。你谁知道你吃的这么快，还没买回来你就吃光了。那我们去逛街。走，走，吃饱了。说情感对色很好，有个人对我来撒娇，说这样的情景也很好，至少还够我一个人胡闹。想起之前一起的那份感情，你给大家拜个年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哎，他好像很喜欢这件衣服，没有办法，求助一下发小吧。怎么还不回我呀？啊啊！我们走吧。走吗？要不然我给你买了吧。买什么买？五十块钱，这么贵。没事，我给你买了吧。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。买不买？走。哎呦，没事啊。哎，没事，我给你买了吧。大爷，检查老师。怎么了？想求你个事儿。什么事？你今天过年能跟我回家吗？啥呀？就你今天过年能跟我回家吗？应该不能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要跟妈妈出去。那好吧。你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伸出来。什么？哪有男人戴粉红色？这太……大不大？不带，带不带？哎呦，不带。带。跟着我追，我追到海的边缘地。跟着我追，我追。因为我实在太穷了，连一件他喜欢的衣服都买不起。虽然他说不买，但是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。可以的。于是，兼职外卖员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把手机还给我。你要确认的话跟我说，我给你预支两个月工资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三件事。什么事儿？跟我走。干嘛？去哪儿？哎，一会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，你别的就缠我了。他现在是我男朋友。你好。穿成这样凭什么？凭我怀了他的孩子。意思是我有问题了？你没看他刚刚说话那个表情？不过我想问一下，他说那个怪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猜啊。那第二件事呢？第二件事就是做完上次没有做完的事老板说让我答应他三件事，第二件事竟然要跟我做完上次没做完的事情。老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喝吧。啊，就一人一瓶吗？还有那些呢。啊，喝这么多，你可以吗？赶紧喝吧。那来来，谁怕谁啊？再来。来。老板，我接个电话。接个电话。你回家了没？你在干嘛呢？我回家了。我今天有点头疼，想早点休息。啊，好险，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。不是吧？你不是说你很能喝吗？这酒量。老板，那我走了啊。老板，走。等我睡着你再走吧。等你睡着了我给你买了药到你家楼下了都快
快来给我开门。啊！完了完了。谁呀、啊？你干嘛去了？你不是发烧了吗？哦，那个我寻思跑跑步、出出汗，应该能好一点。你为什么要骗？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骗我的吗？我是我是骗我今天晚上加班去了，真的。加班加的一身酒气，你不想见我你就直说。你吼什么呀？我真的是去加班了，因为啊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现在需要钱，我现在我很自卑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件500块钱的衣服我都给你买不起，我。那这也不是你骗我的理由啊。姐妹，你听我解释，姐妹，我错了。